我们的天才来了，每次见到你，都会让我想起我的朋友梅涅克。失守潮还有10分钟抵达，人工岛上还有一些物资应该能够使用，请做好准备。 一万失守，我需要再打一个电话。到机场了吗？我有件事，本来想离开日本了再跟你说，不过想了想，还是现在告诉你吧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你可能有两个儿子。你没听错，你有两个儿子，就在东京，但你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。 只是猜测，不过可能性很大。信号断了，看来东京的通信系统也已经失灵了。刚才是打给上山师傅，有些事情还是应该让他知道。万一被这里的尸首吃掉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准备作战。 凯撒，我听说家徒所加制成了焚烧之血，必要的时候别不舍得用。我手里只有两发，要是有200发还有点希望。这种情况下，校长您还是决定试试？开什么玩笑！我没法盯死尸首潮，还算是卡塞尔学院的校长吗？
你还杀得动下一轮吗？我想起你的结婚申请，我还没批准。作为有未婚妻的人，不觉得后悔来这里吗？有点遗憾是真的，不过我妈妈对我说，男人要做到每一天都过得不后悔。我觉得我还是做到了，不来才会后悔吧。这种大开杀戒的机会可不多。说得挺好，早知道。 应该批准你的结婚申请，可是那时候，觉得你是个混小子来着。这么说的话，如果有机会回学院，我的申请会被批准喽？你在这种时候问这种问题，让我有种被趁火打劫的感觉。什么东西？我的私章回去之后，自己在申请书上盖章吧，把申请书交给副校长，他会帮你。 把剩下的事办好。楚子航，把刀匣递给我，帮我保。 在这里弄丢，齐了。校长，你这是准备交代后事？我可不是爱煽情的年轻人，虽然我不能肯定自己有绝对的胜算，但我还想活。我要做的只是挡住尸首群和那个大东西，你们要做的是设置炸弹。直升机来了。 别耽误我的时间，你们越快设置好炸弹，我的机会。我活了那么多年，老朋友都死了，如果我死了，就没人能记得他们，他们就真的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。所以，我还不能明白。 你不是离开东京了吗？别只顾着喘气，快说，快跟我说说，我儿子到底是谁？你不是早就下定决心要斩断皇的血脉了吗？听说自己有儿子，难道不该觉得很失望吗？少废话！就是你认为的冒牌货，蛇岐八家现任的大家长。 他是个试管婴儿，你当初向德国人提供过基因样本，还有他的弟弟。靠那点基因样本就能造出试管婴儿来？你确定你没搞错？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。不过，如果我们还能从这个岛上逃出去，你大可以拉着他们去做亲子鉴定。见鬼！ 我跑那么远的路来找你，你能告诉我的就这么些东西？你甚至没有一张照片能给我看一眼。他们的身份不会留下照片。他们长得漂亮吗？很漂亮，哥哥要英俊一些。
弟弟阴柔的像个女孩，但是都很漂亮。他们固执吗？都很固执，固执到有点愚蠢的地步。不会是两个傻小子吧？不，他们都很聪明，可惜太聪明了，所以吃过不少的苦。有女孩子喜欢他们吗？应该有很多吧，虽然是不同的风格，不过看起来都是女孩子会钟情的类型。没准真是我的儿子，听起来很像我呀。哎，还没有结束呢，我们能否离开这个鬼地方再继续讨论？那我们走吧，跟上我。休息。哎，要我扛着你走吗，老东西？只差最后一段距离了，看你的学生们，他们可还没倒下呢。这种时候，就算力气已经耗尽了，也要从骨头里榨出力气来呀。你先走，让我稍微休。混蛋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请你脑筋清楚一点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你如果死了，我不是白来了吗？我又不是你儿子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我儿子，我没你那么老的儿子。可是只有你才能这。老友，禁忌的门已经打开了，这个世界没法回头了。我听不懂。是失血太严重了，我得休息一下，我得休息一下。失血严重也得听，集中精神听我说。龙王是被人唤醒的，就像王将想要唤醒神那样，青铜与火之王，大地与山之王，都是被人唤醒的，所以他们才会集中的苏醒。有人唤醒了龙王，再把你们引诱到屠龙的战场上去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法解释得很清楚，但这就是我的预感。从青铜与火之王，到大地与山之王，再到白王，每位龙王的复苏都在某个人的时间表上，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黑王尼德霍格的归来。多年以来，蛇七八家一直死守着白王的秘密，就是担心有人会想要唤醒他。
王将的每一步却都算得那么准确，他对白王的理解甚至超过蛇七八家，必然有人告诉他这些事。那么到底是谁告诉他的呢？是某个人类，还是某个龙类？但无论是谁，白王的复苏都是被人操纵的，王将背后还有别的人。人类已经摸到了龙族的大门，他们走进去的那天就是自我毁灭的那天，而我就要死了，只能请你带我守住这个有我儿子的世界。不，你能再用一次黑日吗？你还能再用一次黑日，我们还有一线机会。当然可以，最强的黑日你还没有见过。昂热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兄弟，但我们不是一路人，必将去往不同的地方。我是要去天堂，而等待你的只有地狱，但我祈求那万能的恩主爱你、护你、原谅你，即使在地狱中。今后的世界只会更加喧嚣和动荡，请帮我守住这个有我儿子的世界，帮我跟他们说我很对不起他们，没有照顾他们的童年，但我也很高兴的在我人生的最后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他们，说我爱他们。保护校长，冲出去。回来，我想亲眼见见你的儿子们吗？想，真高兴这个世界上还有他们。据说我的父亲一直等着我到日本见他最后一面，可惜没能熬。现在我有点懂他的心。记着我们约定的事，要守住这个有我儿子的事。注意看，最强的黑日。天哪，他能做到，他能坚持住。凯撒、胡子航，我们走。等一等再起飞，等一等。上山月，回来！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，英雄的路我已行尽了。当时不到，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你留存。别了，昂热，你这个。该死！